来到奥地利，欢迎来到维也纳机场，我是 Feline。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不过我是来自一个美食的国度，所以到任何地点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体验当地的美食。维也纳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我已经等不及去看一看了。对奥地利人来说，下午茶的咖啡配蛋糕是一种传统，咖啡厅或者家里都可以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咖啡 Central， 也是维也纳市中心一家非常有名的中央咖啡店。那么在维也纳喝咖啡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它会给你配一杯水。在我面前呢有三份甜品，分别是拿破仑，然后还有就是西西公主蛋糕，然后这是一个蛋糕的三拼。好吃。这边是它叫西西公主的蛋糕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三拼的蛋糕，都是值得在这里尝一尝的。这个也很好吃，有一点酸酸的味道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而且巧克力我的最爱了。有点柠檬味，好吃。最后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，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资讯跟您分享。